自个儿吃。
为什么不想吃我手机？嗨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拍晚上我们犬舍的一个情况。今天呢是2021年的2号了，本来今天的视频是应该1号发的，因为我们昨天来了两个客人，然后耽误了一点时间，然后陪他们转了转。2020年这一年呢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，因为这一年当中出现了很多事情。总结下来，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，就因为我们从开始做犬舍到现在这么多久，今年呢给我的感触是最深的。那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毕业的第一年签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铁路局，是云南的一个铁路局，很正式的工作。当时对这份工作是充满了期待的，但是后来也因为各种原因吧，没有去成，在本地进了一家车企，后来又转展做了犬舍。那这几年让我总结下来，怎么说呢，可能是每一个人他选的路子不同，那稳定的工作未必是最好的，自己想办法去做事未必是最差的。现在想一想，幸亏我没有去。那现在我自己做了犬舍，整个的情况还挺好，而且我的爸妈一直守在我身边，那这样我会非常的安心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父母在不远行，是不是？娇娇那么一家人，我们一家人在这个犬舍里面生活，那孩子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，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新的一年到来了，那这新的一年我们祝愿大家能够事事顺心啊，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。那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分享我们养狗的日常，希望对那些喜欢狗狗的人呢能够有所帮助。那就这样，拜拜。